我早上四点半我就起来了，我起来以后就是那个什么，反正早上夜里那时候不堵嘛。在杭州开了9年出租车的赵师傅，每天凌晨提前2小时出车，就是为了躲避拥堵。在这个城市里，每天有200多辆机动车，9000多辆公交车，还有无法计数的非机动车穿行其间。从我们的专业的直觉来讲的话，到那么复杂的系统的话，它本来优化的一定不够好。堵车几乎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一种日常，但幸运的是，城市里还有另外一样东西，也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它就是数据。视频监控记录下每辆车的行驶状况，线圈记录下这些车辆的行驶速度和数量。抢单成功。出租车司机每日用手机接单，运行轨迹都被保留下来。公交车上的刷卡机记录下有多少人在什么时段乘坐了公共交通。当城市有数据的时候，实际上需要的就是怎么来建立一个城市的大脑，让数据呢能够帮助城市来做思考，来做判断。杭州市政府牵头，联合了包括阿里云在内的13家企业，成立了城市数据大脑专项小组。政府的数据应该是大量的，它不仅掌握着政务方面的数据，而且还掌握着大量的社会数据。这个数据你沉淀在那边，它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把它开发出来才会有价值。城市大脑的第一步就是尝试用数据和算法来改善交通问题。路上的摄像头每天都在不间断地记录数据，全程的50000多路视频，如果由交警三班倒地去看，需要150000个交警。通过算法，机器可以在短时间内把这些视频都看完，数清楚有多少辆车往哪个方向走了。那碰巧呢，我们自己的这个专长又在云计算上了，至少我们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是有条件至少来改善这个问题。阿里云自研的飞天系统支撑了实时采集，快速读取这些数据所需的无法想象的计算量。科学家们还尝试挑战用数据来优化红绿灯配时方案，希望它能实时计算出城市里80000多个路口每一刻的交通状况，并在毫秒间做出决策。是拿数据来解决交通问题，但实际上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来讲，其实涉及到图像识别的问题，涉及到人工智能的问题，涉及到视频处理的问题，涉及到云计算的问题，涉及到几乎你可以想到的这个都会碰到了。9月，城市大脑在世新路初步试验，平均车速在某些路段提升了3%到5%，在部分路段有11%的提升，真正开始了用大规模数据改善交通的探索。我理想当中城市大脑就是说，一个城市可以为老百姓，可以为这个社会创造价值的数据，都应该在这个大脑上。我们的各个企业可以很好地利用好这部分公共资源来创造出新的价值来，同样呢，政府也可以用好这些东西来更好地服务管理这个城市。